闲来别耐心，要逃命前请你顺便喂喂我那只小毛驴。手表。欢迎大家来到周杰伦可以说的秘密直播现场，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林伟恒阿 Ken， 现在正在悉尼为您做直播，大家一定很期待周杰伦周董今天晚上会来跟我们分享什么可以说的秘密呢？如果我们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他会不会把不能说的秘密都告诉我们了呢？太令人期待了，现在就跟着我的脚步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天王中的天王 Mega Superstar 周杰伦。哎呀，来来来，哇！各位快手朋友，先跟快手朋友打个招呼啊！对对对对对，为什么你刚刚这样的介绍，我也会有点想笑呢？有点想笑，因为开心啦！啊、开心开心、哎，太开心了！哎，知道我在干嘛吗？知道你在想什么？还是你在摆 pose 啊？摆 pose 啊？摆就在摆 pose 啊！外面有点冷啊，有点冷，有点冷，来来来来，往里面移动，来来来来来，好，就在这个位置啦。好，杰伦今天来到现场。对了，我们有很多啊福利要送给大家。先来讲今天最重要的这个直播的福利啦、嗯。只要在直播的期间呢，对，赶快到评论区来留言粉色海洋，就有机会抽中这个。这个是你连你都想要的。哎、对对，就是这周杰伦黑胶唱片全套20周年专辑唱片加上收藏箱。没错，哎、对，这是很难得的，很难得。听说有钱都买不到。嗯，对，这有啊，这是这算是一种品味，品味，你知道品味有时候是用钱买不到的东西。嗯、哇，真的，对啊，我多多跟你学习啊。是是 是, 是, 是。好，今天您就要来跟我们分享很多可以说的秘密。可以说的秘密，可以吗？可以，可以。准备好了？好，来第一个，第一个，来，我们来看看。首先，哎，歌中之歌，哎，杰伦要来跟我们分享什么秘密呢？请看，嘿。哎、哇，陈瑞小提琴演奏家，这位帅哥哇，帅哥，这是在最伟大的作品当中跟您合作的这个，没错没错没错，里面的小提琴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哦，一定有啊，很经典，连睡觉的时候可能那个旋律都在嘛，嗯嗯。哎呦，哎、欸、对啊，你不要干嘛？不要跟我，不是，你不要跟我一起合唱，会破坏你。不是不是，你跟我一起合唱呢、我怕大家会觉得刚刚那个走音会是我。不好意思，走音的部分都是我负责。没错没错没错，我们音准的部分呢，就交给、哦、来，我们就交给这位来宾有来到现场吗？来欢迎陈瑞，耶！欢迎欢迎，哎，陈瑞好，陈瑞好，来来来，跟我们快手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小提琴家陈瑞。哇，陈瑞非常的厉害啊！听说他4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小提琴了。哎、对对对，很厉害耶。然后8岁的时候几乎就已经变成是一个专家大师了哦。后来到19岁的时候呢，受到国际的认证，哦，变成是这个可以说是小提琴界的一把手了。可以这么说吧，谢谢、啊、他只能说谢谢啦，他要说对我就是，那听起来也怪怪的哦，但是就是很厉害就对了。今天两位都在现场，对对 对，他又带着小提琴，而且我还要说一下，怎么样？有没有看到刚刚那个后面的歌剧院？歌剧院，对，他下个月，哎、欸，对，下个月，就要在那边表演了，哇、哦，没错没错。好厉害哦！对对，但是不是表演最伟大的，不是我那首歌啦，啊、不是你，他自己的，他自己的曲目，有自己的曲目、啊、哦。这样子，既然那个时候要表演你自己的曲目，那今天可不可以就表演我的曲目？对，是不是可以吗？有机会吗 ？OK 吗？好，荣幸。来来来，两位这一次是第一次在荧光幕上合作，对不对？第一次哦，第一次哦，是这个。献给快手的朋友，献给快手的朋友，好哦，最伟大的作品。对 对，我们就来简单来一段那个。好啊，我那个前奏啊，然后还有那个很厉害的间奏。间奏，对对对，哎、哦，来来，好好好，可以哦，来哦来哦，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这个应该可以在你的歌剧院里面，绝对可以，偶尔可以来一下哈。对，一定要的、啊。对，就是 encore 之后的。可以，对啊，那就下个月喽。啊，不，下个月对。哎、欸，我们真的有福嘞、欸，这一次是第一次哎、欸，快手的朋友们，欣赏快手的朋友们，欣赏到这么美妙的音乐、嗯，两位真的是高手中的高手，天才中的天才。嗯美妙的音乐太棒了，也要谢谢陈瑞了。好、哦，谢谢，谢谢陈瑞。对啊，谢谢。哎、欸，我告诉你，接下来哦，你有一件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你要赶快到评论区去留言啊、粉色海洋，你有机会可以得到什么呢？有机会可以得到这周杰伦黑胶唱片对全套20周年专辑唱片，外加收藏箱。哎呦！哎、欸，好不好？这还你也想要对不对？我刚好有一个这个唱片的这个哦机器对不对？对，黑胶上面的机器。对，我很这我好，赶快去留言，赶快去留言。好，今天要谢谢陈瑞，好谢谢陈瑞，谢谢。哇，哎、欸，是不是很震撼？你们两个搭在一起，真的是哇，很震撼，太美妙了。在沉浸在刚刚的音乐的感觉，真的。哎、欸。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啊，因为今天、啊、我们不只要服务到我们所有这个快手的朋友们、啊、他们有很多的问题，你也要一一回答。好的，好吧。我其实会先看问题的啊，先看问题是不是。问题如果太尖锐的话，太尖锐就留给阿 K， 就留给我回答。好，我们来来来，我们到这个位置啊，来评论区哦，有评论区啊，来坐一下啊，来，哎、欸，有请，来，好，你先坐，来，请坐，来，好 ，OK。我们来看看评论区啊，大家叫你男神啊，杰伦好帅啊，啊，粉色海洋啊，对啊，我女朋友特别喜欢杰伦，哎呀，人太多了，这怎么抽？杰伦爱你啦，阿 Ken 你也不错哦，有这个阿 Ken 好棒棒啊，有这个东西吗？对，这是我自己的留言，我自己说出来了吧啊，哎，好像有看到这个文山老师，哎，朗朗老师，哎，还有刘教练啊，哎。欸這個、哇，他们都在刷礼物哎、欸，送礼物哎、欸欸、不是，平常文山也很少送我礼物的哎、是不是？趁着这个机会要送你礼物哇，感谢、欸啊、你对他们有没有什么样、啊、什么话要说？趁这个时候，其实当然要提到这个，对，朗朗老师其实是真的好，大师、我觉得他是非常够义气的，其实跟瑞一样，我觉得这些音乐人都是很够义气，我觉得音乐上面这个交流，有时候一通电话，是 OK 吗 ？OK 就来了，好棒。哇，这个太棒了，你懂吗？就像你有时候如果要叫我，对吗？对啊，你都说不 OK 啊，帮你写个歌，不是，哎、欸，对，帮、這個、你写个歌，我也是 OK 的。这个人是非常够朋友，而且最够义气，讲义气的，讲义气的，所以非常的挺朋友。讲义气，所以你的朋友也是都很够义气的，太棒，你懂吗？那文山呢？文山就还好，不是，文山有特别说哦，我们有电话说他要送大家礼物的。送大家对他不是只有我送大家礼物，他也要送大家礼物。他的公仔，公仔也要送给大家。他的那个庞克猫哦，对他最近在弄那个，所以歌词都比较稍微、没有，有稍微晚厚一点，是不是？有比较稍微晚吗？但是，我跟你讲，有时候就是重质不重量，重质不重量，是啊。那有时候你知道，像这一次大家等你的专辑，其实等很久。重质不重量，重质不重量，你一出来哇！对，大家就非常的渴望。对，有些人会说这个6年写6首歌啊，谁给你6年写6首？我之前写的都不是歌吗？啊，对啊，之前也是有写歌，但是我跟你讲，这个心态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你要发单曲，我还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是，解释。就我也可以，我也可以发单曲了。是，但是因为单曲已经发很久了。是，之前有等你下课啊，对不对？然后有很多，然后后来呢，想说，我其实有稍微问一下大家意见，到底要单曲呢，还是说？把这些歌曲变成一个专辑，变成一个专辑是。对，但我觉得啊，如果还要再凑到多少歌，20首，还 是，那是不是要等到明年还是后年，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我觉得赶快有新歌，其实等不及，让大家听到。其实这样的概念。哇，太棒了哦！所以呢，这个今年可以算是大家都有耳福了啊、哦。当然，我们也想要知道你其他可以说的秘密哦，可以说，好不好？来，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你看、这是什么秘密呢？请看，嘿，请周同学在线批作业。
好，在新专辑推出之后，嗯，我有看到这个快手上面的这个周同学账号有在号召大家要做作业，做作业啦。欸，我就是从一个周同学变成周老师，周老师，好，周同学变周老师了。是是是，嗯，今天我们也整理出了几则非常有趣的视频。哦，好，就要请周老师好好来，要有趣哦，要有趣哦，一定有趣的，不有趣我很严格的，哦，欸，很严格。哦，你因为给他们打分数，我也不能怎么样啊，你也不能怎么样，对啊，好 ，OK， 但是我们先来看看，一定有趣的，看一下，好，来，我们先看第一则，请看。哎，哇，不同语言。刚刚都是外语。哇，嗯，外语班，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哎，欸，我觉得这个外语其实演奏我的歌曲是蛮有趣的，很厉害的。因为我之前出个题目，那，嗯，老师出题目都希望这些同学呢真的可以交作业。是是是是是。所以呢，就想说帮他们伴奏一段，对，好不好，嗯，然后搭配一下，看看有些人其实也可以吹笛子啊，也可以啊，对不对？嗯，也可以有自己一些不同乐器的演奏，嗯嗯嗯嗯，该不会是有演奏吧？哎，欸，有，嗯，我们来看下一则，来看一下，来，请看。嗯，演奏班有各种乐器，就我刚刚说的，嗯，你看，就是一个演奏，对，一个好听的旋律，用什么东西，嗯，演奏起来都好，都好听，欸，最重要的是很会作曲的那个人，啊，这个很重要，写这旋律的人太重要了，太厉害了，是吧？对对对，欸，这我想请问你哦，喔，你自己本身刚刚听到这么多不同的乐器，你自己比较喜欢什么？没有，你要问啊，他写这个旋律的是谁啊？对啊，那主持人怎么这样？还有人不知道吗？来问一下，问一下。来，请问一下，写出这么美妙音乐，这个作曲人是谁啊？我写的，谢谢。啊，就是你。对，我本人写的。吓一跳，哇！所以说，基本上，其实很多的这个作词人很想要跟你合作。哎，对啊，这是方文山老师晚了一步，晚了一步，可惜了啊！对对对，这次是这个谢迪。对啊，谢迪新朋友啊，谢迪，然后还有跟这个黄俊郎，黄俊郎阿郎老师。对，黄俊郎其实写过很多了，写过很多了，《夜的第七章》啊，嗯《以父之名》啊，对啊，牛仔很忙，其实他是很千变万化的，他是很活的，对不对？对，但是他的这个声量好像比方文山老师低一点，不是，都很棒，对，风格不同，风格不同。嗯，好 ，OK， 接着下来我们来看看还有下一则，对不对？嗯，来，我们请看。等你下课的晚上，说好不哭的悲伤，回到过去的遗憾，这场的电影在播放。晴天的三点二半，你顶着阳光灿烂，黑色毛衣迷迭香，这一路向北阳明山。红色的站，星雨荡漾，安静的雨下一整晚。去过太胖，这场之上，弹奏着夜的第七章。地铁的像花海浪漫，手机搁浅我的地盘，不敢停住飘逸的速度，明明就是开不了公路。请用给我一生的时间。哇，歌这个歌名都串起来啊！歌名你，我告诉你，哎，你这一首歌叫做最伟大的作品，对不对？对，所以他在致敬，他说你以前的作品都是最伟大的作品。谢谢这位同学，对不对？谢谢这位同学，对，好厉害哦！还有惊喜吗？还有惊喜吗？还有很多啊，还有一些惊喜，还有啊，还有惊喜哦！来，我们再看看下一则。各位快手朋友，新歌听过了吗？这惊喜，不错是吧？来，唱段副歌，我帮你伴奏一下。看你小时候，在跟我对话。说穿荆棘往返，马蹄似的
海岸，星空下的夜晚，交给梵谷点燃。你梦寐的太短暂，你歌词出太慢，这世上的热闹出自孤单。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刘教练，这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惊喜啊！对啊，很奇怪的惊喜。他对啊，他是不是应该要去踢毽子比较适合？对，好的去弄《本草纲目》比较适合。本草纲目、欸，哎，很多人还以为《本草纲目》的舞是他编的、啊，不是？好像以为他曲子他唱的，会不会啊？对啊，怎么搞？《本草纲目》这边踢，国花都在吃。不用，不可能，不可能。你这，我这到时候踢起来啊，人家真的以为《本草纲目》是他的歌曲，不要这样好不好？好好好。不过哎，真的，《本草纲目》也因为这个。跟龙老师的关系，游教练的关系，游教练的关系。最大的作品我好像也有看他跳，也有看他跳，但我后来就没有帮他 PO 了啊。对 对, 對，我再 PO 下去呢，变成最大的作品，变成真的是他的歌，又是他的了。对对对对，啊，功劳又变他的，好踢毽子就好，好踢毽子就好。对的，好 OK。不过这几则你看看，从刚刚到现在，对，有语言的啦，有乐器的啦，还有这个最后的游教练，对，其实大家都很有创意，我觉得大家都是被你启发哦。嗯、要不要给你看一个更有创意的？更有创意的吗？好不好？好，等一下，欸、我告诉你，你要不要先分享下一个秘密？下一个好，对、啊，好不好？来，还有，来、啊，还有，还有秘密要分享，还有秘密要分享啊！来，因为呢，其实不只是大家交作业啦，今年也是我们杰伦交作业的一年。哎、欸，大家等你的作品等很久了嘛？哦、对，另外还有别的作品，哎、欸，也要问世了。对，就是请看，嘿。《周游记》第二季精彩片段首次曝光，这不就是我刚刚想要讲的吗？就是你想要讲的，对啊，对不对？你还怎么？我刚刚想的惊喜就是这个啦，就是这个《周游记二》哦，对，第二段是不是？哎，真的，《周游记》大家期待很久。这个预告首次曝光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哦，对啊，给快手的朋友看，可以哦。首次曝光，所以首次曝光，这是全世界、全宇宙。这一批观众就是现在你还有我包括你吗？我看你看过，对，是你哦，对对对，你是男主角在这里面哈，朋友们，好，快手的朋友们，来，我们来看看首次哦，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周游记》的精彩片段。杜哥弹吉他，哎，杜哥，你如果等一下不会弹哦，就装装样子。什么叫不会弹？好不好？五月天邀我，说我没去游。这位呢，就是拉菲的庄主。我就是拉菲的。Oh my god！ 哎，艺兴同学。哇！嗨哥。Hey Steve。眼上面的密码可比是过数，挂电梯门的妈妈三三到有三段，就是无数难忘电梯三三耍在那。我十五年前见过一次杰伦哥，然后我是希望跟杰伦哥说，我也很喜欢音乐，我喜欢创作。This is the start for me. Jay, you took me to the beginning. 哇，这个角落也很漂亮，随便一个角落都是一个创作的空间。Jay, you rock the piano?
嗯，这位先生，你真的会吗？哇，太精彩了，去很多地方哎、欸。对啊，但是然后哎，你有去吗？有，那刚刚有一两个画面，有一对，大概0.8秒钟有看到我。对，我好像也有稍微参与一下，有参与一下。对，但是呢，来，我们欢迎一下，太开心了。我们今天周游记的成员刚刚来到现场，对，来欢迎一下，来欢迎他们，欢迎，耶，哇，新成员呐。啊，新成员吗？新成员，对对对、欸、对, 对, 对，罐头嘛，罐头，双罐，双罐，罐头。啊，你是罐什么？罐灵，哦，罐灵啊、哦欸！对对对，你要提醒我，魔术大师啊！魔术大师、啊。哦，你是变魔术那个啊、哦？等一下也是有魔术要送给罐手的朋友了，真的、啊？对，哎呦，那、啊、如果不想看没关系的，没关系。哎，那你可以先。如果不，我们时间够的话，我有准备。只要要拖时间的话，就叫你表演。好，我有带牌。我先介绍一下罐头。对，罐头来。最伟大的作品 MV 有没有？我有看到他 MV 一个小跟班，哎、欸，有没有帮我拍照的？有没有穿越的那个？他跟你一起穿越，跟我一起穿越，对，啊、哦，就是你啦。对，而且那个场景非常的特别，对不对？对，那个场景蛮特别，它是在巴黎一个沙玛丽丹百货，对，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沙玛丽丹百货、嗯。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去巴黎游玩的时候，记得去那边打卡拍照的，就在我那个弹钢琴的地方打卡。对。哎、欸，不错，对，说不定打着，哎、欸，穿越就穿越了，对，就穿越回来，你让人家回不来怎么办？啊，不会弹琴回不来，那个真的很美，真的很美，啊、真的很漂亮，是真的啦，对不对？哎、欸，另外我刚刚在这、那个《周游记二》的精彩画面里面也看到很多。没有出现了、啊，我出现了，有，怎么好像没有其他人不见了？对啊，不是，不会是他们呢？用连线的方式啊，对，他们用连线的方式。这次呢，除了当然魔术啊，魔术播了什么？还有那个美食啊，美食料理，就希望在《周游记二》里面有更多元的元素，这样，所以就哎、欸、特别带着我这样一起。那到时候《周游记》成员的伙食呢？伙食担当啊，伙食担当，对，介绍美食，就介绍他做菜啊，做菜，对。我们《周游记》是很多元化的，我觉得除了当然魔术嘛，是，对啊，除了魔术之外，对，当然也是要有点别的东西，对啊，那个 Will 表演的蛮好的、啊、，Will 其实Will 没有他就是不在，就是因为表演不好，所以他现在不在这。哎呀，对，这是该来的怎么不来呀、啊？啊不，有时候你不用管我讲什么，他这样会走心的，假装没听过。不是啊，那你要不要现场来一个魔术送给大家、欸？真的啦，秀一下我实力，要不要 ，Ken 哥？好，Ken 哥，你都不知道我实力有多厉害、哎，你知道吗？你叫什么名字？你再讲一次。哎、欸，冠霖，世界魔术大师。冠霖，哎、欸，魔术师要来表演一下。先给大家看一下扑克牌都不一样 ，Ken 哥你看一下好吗？可以，给点尊重，稍微看一下。OK， 好，我现在播。谢谢冠霖老师的表演。我现在播扑克牌，随便帮我喊停，喊停，啊停，好，这张牌你自己拿去记住，拿着，可以给大家看。我先转过去，你秀给大家看，转过去秀给大家看。好、哦，来，好，在哪边？这一台吗？好，来，好了吗？等一下哦，有吗？哎、欸，有了，有了，好，盖住好，好，很多魔术师才扑克牌。都是直接说出来或怎么样，我要用一些现场的东西。哦，现场的东西，比如说真的、啊，真的，要不要直接说出来就好？没有，要特别的方式，特别的方式。好了，手电筒，哎、欸，手电筒跟那卫生纸给我一下、欸，工作人员，哎、欸，谢谢。哦，他要有道具啊。哦，其实你可以变出来就好了。不是，我需要一个手电筒，因为我刚刚看到这个卫生纸、哦，不是用到卫生纸，哦，我是用到这个卫生纸的架子。哦，架子。哦。先把卫生纸收起来、欸，不要偷卫生纸嘛哈！先收着，好，来，因为我发现这个啊，上面有一些洞，嗯、然后透过灯光的话，你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很像星空的感觉，对不对？哦、我们看到这个，仔细看哦，这个洞哦，产生了星空，星空下的夜晚，天星空，交给梵谷点燃哦，交给梵谷点燃，歌词有了，方块哦。哎、欸，方块十一，哎、欸，掌声鼓励一下。哎、欸，我刚刚抽到这张牌就是方块七啊！来，我怕他们有没有看清楚？来，看得到吗？看得到吗？对，哎、欸，有哎、欸，有哎、欸，变化在哇，可以再变吗、哦？变回来吗？你可以变回来吗？变回来就是把它弄乱就好了。哦，哎呦喂呀，是不是？
很厉害耶！哎，我跟你讲，哎，所以刚刚抽到这张牌。这个镜头摆在前方，哎，就是方块七，不是，又不见了，又回来了啊！天哥也会，你知道我们这有多少台机器啊？对对，以后可以不要那么多台机器，这样我很容易穿。对，好了，我们谢谢罐头，谢谢谢谢天哥，谢谢，哇，真的，哎，周游记这样子有大家的加入之后更精彩了。非常精彩，第二季真的，而且有很多很多特别嘉宾，有，期待一下，期待一下。对，能够透露一点点吗？哦，嗯，不，刚刚没在看吗？也不，我是说，刚不知道，我是说这些特别嘉宾跟你互动，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特别嘉宾？他们都是你的好朋友，是不是？我跟你讲，这个，到时候看就知道了。哎呦，哎，卖关子，因为。好像还有一阵才会播出啊！哦，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先不透露太多，好不好？好吧，那就让大家慢慢期待了，期待一下。但周游记二，到了这么多的地方啊，即将要跟大家见面。那另外，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啊，再次的报告一下，就是呢。粉色海洋，对对对对，粉色海洋一定要记得赶快去留言，有，因为我们时间快要到了。那问你，粉色海洋太好听了，这个算不算？粉色海洋，你说算就算，算哈，你觉得算不算？哦，我觉得算哦，算哦。对啊，太好听了嘛，因为说的是对的嘛，是吧？啊，周董，我爱你。我们再来看看，周董，我崇拜了你18年。哎呦，啊，周董一出生你就开始崇拜他了。嗯，不错不错，粉色海洋，粉色海洋太好听了。周董，我爱你。哦，你自己本身。我知道，一定大家都常常问你说啊，你最喜欢哪一首歌？你最喜欢哪一首歌？对这个问题你怎么办？我看你这一辈子都会被大家一直问这个问题，你通常都是怎么回答大家的？这个专辑呢？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特别看情绪啊，看情绪，对，看那个当时的氛围。OK， 比如说在开车的时候，开车的时候你会想要听什么？那种沙漠公路，当然就是来这个错过的烟火。哎呦，对不对？是是是，错过烟火，然后。其实有时候，但最近在打这个，还在流浪，还在流浪。我觉得也是蛮有那种，蛮有感觉的。哎，真的，蛮有感觉。其实有时候，看感觉，真的。那 Mojito 有时候是在那种 Mojito 欢乐的场合，欢乐的，对不对？有时候大家朋友聚一聚，哎，来一杯 Mojito。对对对。夏天一起跳个舞啊。对，然后你如果说走在海边，啊，走在海边，小牛什么？小牛，哎 ，Romeo 的声音，哎。粉色海洋这首歌，那既然你自己提到了，那我们稍微问一下。对对对 ，Romeo 自己本身也会想要做这个音乐的创作。其实我是叫他来，因为我觉得这前奏很适合。前面如果有他的开场，很好玩。很可爱。对，我就叫他来多讲一些，是多讲一些多讲一些，然后我再帮他，帮他这样子稍微稍剪，剪接一下，剪接一下，就他的部分啊，因为有时候你要叫他讲一些很长的句子很难。对，他就自己有时候，然后很开心，然后那个笑声也是都很自然。对啊，我就这段笑声，就喏这样，哇，很好玩的。如果你有个小宝贝，我也可以帮你把他的声音录起来。啊，这个真的要，真的非常谢谢杰伦啊。所以我们私底下的事，我也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他一直在帮我物色，帮我介绍，说看看我可不可以早一点有个对象。对对，这个是朋友之间的帮忙，成家立业的。对啊，对不对？是不是？你都三个宝宝了，对，你还在干嘛？我还在干嘛呢？你在干嘛？对啊，不要再去夜店了啦！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我们都认真工作，对不对？好，你看看，大家都一直在讲，你看看自己喜欢的歌曲。有人说唱首《稻香》吧。哎呦，当然不是现在的新歌。对啊，我看一下没有啊，你看周董太帅了，《以父之名》，《父之名》，《晴天》啊，然后还有《粉色海洋》，太棒了，真的。你接下来还是我觉得我们要念一些这个对他们的名称哈。哦，好好好，来，你才会知道说真的是的。可爱的小猪说你是我的神。还有半岛铁盒，刚刚有出现了。半岛铁盒，对对对对 ，OK。还有点水成冰，勿忘我说稻香，因为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只是讲后面那几句啊，粉色海洋，对，大家不知道，所以我们在说谁点到他，对对，我们来点一个，好不好？点一个这个歌迷朋友，好吧？歌迷朋友，对，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要问的，对，直接杰伦就在线上回答你，好不好？好吗？来看看大家，对对对对对，我们这边有一个这样。其实导播，你可以拍一下这个我们的 monitor。对对对，好不好？
来来来，转过来拍到我们 monitor 才知道我们现在在 看到的是什么。对啊，那要稍微切换一下。哦，很多在跑的，然后这个名字，对不对？他的睫毛，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对，那左边的不用拍，哎，这位先生。对，哎，如果有问题的话，对，你看，就趁现在了。月亮睡了吗？稻香，哇，他这个。月亮睡了吗？那月亮睡了吗？哎，他是个第一个问题，不是啦，不是啊，他的名字啊，他的名字。哎，我们来问一下大家，其实我真的很好奇，是，我现在问大家会回答吧，对吧？会啊，我问一下大家，最喜欢我的这个新歌里面的哪一首，好不好？我最喜欢这边，因为这边提的都是旧歌，哎，对啊，什么，嗯，是啊，我问一下大家好不好？就是最喜欢是哪一首歌曲？哪一首歌曲？对，新歌里面哦，新歌里面哦，哈，麻烦哦，来来来，看一下哈，好，哎，可以拍一下吗？拍一下吗？可以拍一下，可以拍一下。我自己本身印象最深刻的是，以前杰伦一首歌曲啊，新歌，不好意思啊，要新歌对不对？好好，来来，我们先看看新歌，来，哎呦，我刚刚看到了《红颜如霜》，红颜如霜，红如霜哦，哦，还有我是如此相信，我是如此相信。哎，说好不哭也有，说好不哭，我们看哪个比较多哈？对对对，大尼同学，哎，大尼同学，大尼同学，这不是那个大尼吧？不是吧？还有王同学，喜欢还在流浪哦，还在流浪，新歌粉丝海洋都喜欢，嗯 ，OK， 我闭嘴说反方向的钟，嗯，不喜欢看海，他却喜欢搁浅，这蛮特别的。欸、有很多人说红颜如霜、欸嗯、我跟你讲哈，当然很多人也很喜欢老歌、嗯、老歌呢，其实它多了一种韵味在。是啊，我自己当然有时候对老歌是，老歌多了一种韵味在，就是多了一种当时的氛围。嗯嗯嗯。比如说你是在学生时代听我歌的人，是是是啊，你当然会觉得现在的新歌跟以前的旧歌比差很多，差很多，因为多了什么？多了一个怀旧，嗯，你知道，多了一个岁月感。是，那岁月感是无法去取代的嘛？嗯、因为那个就是一个。那听到一首歌，就像那个穿越，瞬间回到学生时代。所以你再怎么样写什么新歌，你说都敌不过你以前听到的旧歌。没错，你懂吗？但是没办法，并不是说、嗯、啊，有些人会觉得说，哦、啊，你说我要怎么写才能够让你喜欢上现在的新歌？是，嗯、其实很难，很难。嗯，很难。那因为这经过岁月的这个累积，累积，因为有情感在，有记忆在。结合在一起，对，所以现在写这些新歌是怎样？嗯，是给你小孩听的啊。哎、欸，喂、欸，对啊，世代的传承啊。是啊，罗密欧的同学就也在听你的新歌啊。欸、他还很小，他还很小，他很小。所以呢，这个世世代代，我觉得不管是新歌好，不管是旧歌好，嗯，只要是我写的歌都好。都好欸这个 OK 吧？这样讲 OK 吧？可以吧？对对，这样讲 OK 吧？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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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对，而且我最喜欢你那个最伟大的作品的 MV， 啊，好喜欢。怎么说？因为你穿越到了，哎，这是大概过去1920年的时候，有这么多伟大的艺术家、大师跟大师，对不对？你跟他们交流，结果后来发现，哎。原来他们跟你之间都有点关系。哎呦，哎，那是自己的一个幽默，自己的一个幽默，幽默想说，哎，你是不是因为我的灵感？对，对不对？对，特别喜欢达利那个地方。哦，哎，你因为你喜欢变魔术嘛，对不对？对，哎，把那个这个汤匙变弯，铁汤匙变弯，我们看到达利很多作品，对，他的金属都有这种流动的感觉。哎，是不是结合在一起？是不是受到我的影响？很有趣。可以可以可以，你也是导演嘛？哎，是导演嘛？哎，你终于讲到这句，我想要听。阿Ken也拍过电影的，不是没什么人知道而已。啊，没有，会迟早一天大家会知道。来，好 ，OK， 接下来，哎。其实我们刚刚一开始就已经说过了啊，在30分钟直播过后，好，我们即将要来抽出今天的幸运可以幸运得主，好不好？来，我们要来抽出，来来来，有吗 ？OK， 究竟会是谁得到这份大礼？哎呀，这份在这这啊，好重！对对，哦哦，哎，杰伦，好不好？这就是你的黑胶唱片，珍藏箱，珍藏一下，对，里面有14张黑胶唱片，对。都是你的经典专辑了，对的，对不 对, 对？而且呢，还有这个外面的这个收藏箱也是要送给大家的，没错。嗯嗯嗯，好，来喽，来喽！直播线上的哪位能抽到？所有粉丝们即将要揭晓谁抽中了我们今天的大礼，恭喜！嗯、
恭喜 LKJ 获得20周年珍藏唱片，恭喜你、哦、LKJ， 没错吧、哎、LKJ， 没错，哇，恭喜恭喜，哇，太棒了。哎，我觉得是这样子啦，因为哈，这个真的是大礼，对，你今天又在现场，对啊，我觉得是不是你能够帮他签个名？当然，好好好，可不可以？好，来，哎呦，来来来来来来 LKJ 这本 LKJ， 随便你来。也可以啊，你可以签 LKJ， 真的吗 ？J 翘什么都可以。哇，这蛮重的，很重啊，很重啊。对对对 ，LKJ 哈。好，来来来，要涂 LKJ 吗？可以吗？但是他说不定他会不会想要送朋友？啊、说不定要送朋友，说不定要送女朋友，送他太太。知道，算我签名，签名就好，签名好，签名就好。哦。哎、欸，可以啊，有签哦，有签哦，有签哦，恭喜。恭喜恭喜，好，太棒啦！今天大礼也送出了，这样应该大家都蛮开心的。好，但是呢，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可以说的秘密，嗯、还有一个可以好像你自己都不太知道的哈，哎、欸，都不太知道，哎、你自己都不太知道哦，哎，本来这个不可能，但是快手让它变可能，今晚一定要说这个秘密，跟大家报告。嗯，嘿，请看歌友会。歌友，什么是歌友？哎、欸，不知道了吧？你看这个歌不是写错字哦，歌就是歌中之歌，就是你。歌友、哦、歌友会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举办一个歌友会，跟你一起唱歌，跟你一起玩，有没有可能？就是一起玩的一种直播的事，叫做歌友会。歌友会，而且大家可以跟你互动的，可以互动，可以有办法吗？怎样的互动？比如说想要听什么歌，然后我就唱什么歌，这样子吗？对。對，这有没有可能？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吗？可以啊，就是大家要点，然后你就得弹，就得唱哦。那、你会唱吗？我，你来主持。我如果会唱的话，我就坐在那个位置。哦，我就坐在这个位置。对对对对对。哎、欸，好像可以啊，可以吗？在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就是近期啊。我要稍微准备一下，稍微准备一下。嗯，因为最近比较忙。对，最近。好，大家赶快点击左上方的图标。来预约独家的歌友会好吗？也要记得赶快到快手去搜寻、欸、周同学的账号。没错、哦、你只要呢这个跟着周同学，周同学常常就会得到这个独家的，比如说直播的彩蛋啦，嗯、或者是呢有一些、欸、好礼要送给大家、嗯，比如说有这个实体的唱片、专辑、专辑唱片、门票、演唱会门票都等着大家，好吗？这是一定的，一定要的。好 ，OK， 今天呢、啊，其实我们杰伦。告诉我们很多可以说的秘密，对的。但是我们要给你一个惊喜，好，好不好？惊喜？什么惊喜？你都不知道了吧？嘿嘿，厉害了哈！当然啦，我们这个直播到现在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所有这个老铁们哦，感谢大家今天收看的我们的直播。那今天直播所有的打赏收入都会捐赠给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哦，大家一起助力吧！哦，杰伦，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哈，你有没有最后要跟大家？哎，好，是。最后呢，我觉得这个刚刚这样子，其实把我的心里话都有说出来。对对，我觉得不错，就是说这个创作这件事情，对，不是说，我觉得时间呐、啊，时间上面，对，当然，这个我也可以，我现在说这个又太早，希望每年出一张，希望哦，希望每年，希望每年出一张，只是希望哦，如果不行，那我就单曲哦。对，有点算算，我还是收尾我的话，话不能说得太早。没关系，那我替你说，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对对对，每一年，我这些新歌应该也还可以够挡个几年，对对对，够挡个几年，大家哎，好不好？再回味一下，再回味一下。是是是，因为还有后面还有一些 MV 还没出来。因为你的歌真的是非常的隽永，我们可以一听再听啦，而且每次听的时候都有新的感觉。好，我们今天也要给你一个新的感觉。我们要给你一个 surprise， 一个惊喜，好不好？来来来来来来，要跟着我走了，怎么样？好好好，走了的。哎，没有，来来来，要到我们的阳台这边。哎，有惊喜要给大家。到阳台去啊！来来来来来来来，哎，站在这边，站在这边。我站在这边。哎，对对对，哎，望向远方，来来来，有没有看到？哎，没有，我们要带到你啊，你很重要啊啊！你要在哪一边啊？在这边是不是？好，我在这边看是不是？好，来喽，要注意喽，我们要给你 surprise 喽。好喽，五、四、三、二、一，来，请看。哎呦，哎，这个是在船上吗？在船上。
腹部细菌，那就手掌弹射魔法乐章。妈妈走进沙漠里的背诵，一番新时光。妈妈的背景的地图，我一副穿上了王座，我用金剑装上一卷恶灵错过的不朽。变色的麦格丽特陪我变成了冰火，朝鲜界的蛇我还是他原本中国的小丑。不是烟斗的烟斗，连成的鸽子你又飞走。今天站着带着花的不知什么感受。亲近我们巴黎斯的海岸，星空下的夜晚，脚边梵谷点燃，梦寐的台端在灯塔桥上呐喊，这世上的热闹出自孤单。